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野。那今天我们是来抽这个，先抽50包，来试试手气。剩下的100包晚上再抽。来，前四包就交给你了。交给什么？来吧，前四包，我们的飞灵，就是要该来了。交小金对不对？交金，看一下交金。这么燃的 BGM 该中对不对？我知道。这十包他的第一包银卡果多，压力有点大，不会啊，放轻松啊。哇，这个史莱姆好萌哦，这个史莱姆好萌哦，哎，这个史莱姆真的好萌哦，哎，这个真的好萌哦，好，我们往下，哦，走，哦，双剑斗士克里夫特，我觉得这张牌是在精灵里面机械。超强，我觉得这是超强，不错，有红牌哦。给他滑，这不是他，这是我的。还不错，有金卡1 2 Magic， 超强。哦，这张，我算是蛮想玩的，有一个梦想牌子，有个梦想牌子，想实现一下。紧张哦，这给他点，你要抽，等下再给你抽。哎呀，这个有点紧张嘞。现在一张红卡，我们飞，走，哦，苍空剑士立下。哦，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对，哇，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。这张牌其实在无限制玩铁臂皇真的很强。好。两红保底，我觉得够了，再让飞灵我就满足了，来个奥兹国后飞灵哇！哎呀，可惜，啊！总的来说，这十包里面抽到2张红卡，还不错，2红2金，我觉得算还行。好，第二个十包。老牌柱可以啦，来第20包，弹指一瞬，看见飞灵，看见希望。对啊，有点飞，没关系，我也很飞。没关系啊，这50包就随意抽嘛。我们晚上再好好抽。我看我今天运气是不太好，应该不会不喜欢人数上升。你看，各位看看这么非洲的卡，来，给你，剩下十包，这剩下。我们到现在一张金卡，这5包一张金卡都没有，蹲这么低，非礼勿扰。我操！神预言啊！神预言！我谢谢！我们好像每次都你抽的，太好！蹲这么低就是会中，相信我。中！不会伤游戏，到时候最后要不要再一张奥治国？我们神运，够了，这一包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各位讲，这10包里面有这么一张红卡，我满足了，好不好？这么一张红卡，我满足了，好不好？你先做。就这么一张红卡，我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第30包，来交给你抽了，老大。交给你抽了，老大。轻松抽，这今天早上真的超级可以抽，我从离 M 区剩1000分，现在已经那个差1600。好爽！我跟你讲，上 M 区真的会很累，都跟你说是10包，都跟你说。我这卡包50包都分散开给你们抽，因为我晚上还有。那我想要干嘛？略过。对。来。
按啊，没关系，我问一下。我抽一半的这个过。可以。你知道我们刚怎么说吗？我们刚到前五包为止都没有一张金卡。哦，奥丁，其实奥丁真的蛮帅，可是太烂了，太烂了。然后他很像某将军。对啊，他太烂了，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像某将军，真的。OK 啦。就只有奥丁吗？不错了，也不错了，五金一红 ，OK。我们下十包，我们先抽到剩一万块。哎，我来找人，找人抽，来找人抽，找人抽。找人抽，找人抽。Jeff 来，交给你。这十包命运如何就交给你了，来吧。认真。对，认真，我已经满足了，所以没关系。我已经抽到飞灵了，没关系，飞灵真的超好中，真的超好中，太恐怖了。OK 了，可以了，足够了。手雷的基本的，哇、哦，一按就金卡，太秀了，秩序之光。这是一种抽卡玄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之前有听过，就是头尾先按，然后再滑，滑回来。哦，对，这个宅母真的超可爱的，超萌的，可惜没有那个转身史莱姆好。超兴奋的啦！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就放轻松抽。因为你已经有重金卡，所以。我们应该没办法蹲得很低，所以这个应该不会，这个、应该不会中奥之国，对。应该是不会中奥之国，看起来。奥之国的大魔女，另一张我还没有，这个卡包我还没抽到的另一张主战者，合理吧？哈？没打算抽那个奥之国。我主要是想抽菲林，奥之国随意，对，但是，我就是。哦，永恒新娘塞雷斯，这张我觉得超棒，而且它的卡面超棒，没有这个是它的额外的卡片，一张它衍生卡，它是一张法术卡，很效果不是很强，但也不会弱，而且它的重点是它的卡面很赞。我们声音应该都被终身占领。好。对，最后一包有没有奥之国？我们见真章。哦，好，有金卡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那我们这边分析出来的话是，一红四金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有一红就够了。好，我们往下，最后十包我们交给叶绿体。来了，已经中飞灵了，放心松抽。叶绿体来了。奥之国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奥之国，宣言呢？哇，宣言，看起来第四包就是奥之国，第四包。哎呦，这个宣言，如果中的话，这个要请饮料啦。哦，秩序之光，哎，不错，有闪的。我觉得他闪卡其他看起来蛮不错的，小闪开。对啊，小闪。哇，这哦，哇，水晶水星圣盾奇翁，我觉得击中了。对，创造轴真的还不错。好，来一张红卡，我们第二张。哎呀，我们。等一下，第四包，是不是要一张？第四包就是啊，但我不知道是第几张。闻到打脸的味道。我也闻到打脸的味道。怎么办？是打脸的味道，这个香味。谁说是第四包的？对不对？我没说倒数第四包。那谁是第六？十九八七，倒数第四是第七包。哦，对。但我觉得好像。OK 啦，放轻松啦，真的啦。没有是第七包，所以不要紧张。哦，不错，哎，这个我抽满了，这样我的梦想牌就可以达成了。真的超梦想，而且超好玩。第七包它卡了哦。来卡。卡了。跑狗。并没有。打。我告诉你，略过得天下。略过就。对，闪的妹子。很棒啊！对，有个人在煮神秘的东西，叫做那个气牌龙。好啦，最后一包就看你。不要乱闹！
至少这样好吧。我的哦，机械降神。哦，机械不是机械降神，我刚讲什么？机械神哦，这张卡我觉得肌肉山的效果其实算不错，可是要死很多只。好，我们巫师包非常赚，超级赚，赚爆了，赚起来，赚起来。我们巫师包赚爆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巫师包就抽到这边。如果你不喜欢我抽到飞艇，请按下不喜欢，并取消你的订阅。没有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拜托不要啦，不要，拜托不要啦，拜托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下订阅，然后要有一个小铃铛，如果按下就可以随时为，就可以随时收到我的最新消息。那么我是星夜，我们整理一下，我们收到感冒，我们就结束这个回合。整理一下我们刚抽到的卡包，钢铁反叛。好，我们抽到的传说卡和金卡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先看传说卡，传说卡总共有50包六张，再加上一张飞领主战者，我觉得 OK。然后接着，有永恒新娘，对啊，我觉得这50包值了，晚上就大家轻松看台吧。好，好，那这边金卡的话，哇。抽到4张哎，太多了太多了，这个也是4张了，这个4张哎，这两个都4张哎，我以为我只有抽到3张。分水分水，是不是因为我说 One Two Magic 太强，然后他就给我4张？好了，还不错还不错，金卡都还不错，都还不错都还不错。然后剩下的几张就是铜卡和银卡的部分，我觉得看起来也没有抽到特别的烂啊，我觉得都还行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最后，你绝对想不到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你，飞灵啊，铁包啊，飞灵开战啦，换主战者啦，飞灵开战啦，飞灵开战啦，换主战者，换主战者，马上换，我们做得到，来了。佐伊，抱歉，请你离开吧。菲林才是我真正要的。好了，那最后在这里收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下订阅，并且旁边有小铃铛，按下就可以随时收到我最新消息，包括我抽卡抽欧洲的抽卡实录。那我是星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别忘了晚上要来看我，晚上11点我要直播抽100包，2倍100包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